只有一间店，虾卷是现做的。虾卷有人讲虾卷，也是用着网丝，也就是猪的注腹膜来做的。啊，迄是啥物物件咧？行，咱来去看。你用网丝咧包虾卷哦？安尼，伊的迄个虾卷两条来食看嘛是？亲像网啊，佮亲像蛇啊，迄种叫做网丝。哦，你做特殊的。安平先生，现在大家都用豆腐皮啊，用啥？你可以用一种方式来用，你足够炸的安尼。嗯。嘿啊。螃蟹包好吃吼，它够啥？够油脂，够安尼油油安尼，没感觉。用网丝来包虾仔料的啊，叫做是虾卷。因为内底含有猪油，所以食起来会较油一点点啊。网丝这一只猪仔是几领网丝？一领啦。啊，一领尔。哦，啊，你安尼在几领？不是。你贵个安尼一领吗？无啦，人迄厝内，人迄用来。人厝内就对，嗯。嗯，对。这内底是做啥？虾啊！啊，有虾啊！虾啊，搁啥？鱼椒。鱼椒，啥物鱼？迄我就唔知。我也唔知。海关头上。啊，肠啊有呀。肠啊。肠啊，安尼，哦。食看嘛，叫食看嘛。对啊。包好了，再问计分累积。现做的虾卷，我即摆才很鲜。啊，安尼品质看起来应该是袂歹食啦。